理想主义界，我不用精量，也不用钻戒，我不太在乎那些，我只想有的是天线，每一个人做过的音乐。什么时代有什么文化，什么不变那就是情话，要什么嘻哈，你敢说话以后还能跟你聊的、是谁说你想不能觉得有话说的风是情的声音。